这个面包好大一个，好吃，这个 eggplant 很特别，它是 fried eggplant， 很好吃，面包也很好吃。这个松露 ，Oh my god！ 我要看一下，真的好香哦！青蛙，刘雅婷要回南宁了，给了我这么多衣服，她要来试穿，谢谢。谁要出门啦？我今天请了半天假，也跟刘雅婷去吃拉面 ，yes， 然后还要去逛 Uber Eats Outlet， 因为刘雅婷要走。悠悠到我自己客气 ，Let's 奶油。看起来很赞，开吃！来到了 Mitsuwa 日本超市。哦，我最喜欢吃这种辣。很赞，都没有什么人，大逛特逛，好大哦！哇，我第一次来，超大。超级空旷，像彩虹一样的 Lululemon， 可这都是超大码，买不了。饭团、甜甜圈和昨天晚上剩下的松露意大利面，结果我们又回来吃这家店了，法式的早午餐。哇哦，这怎么酱啊？鸭肝加无花果，我还点了这个热红酒，开心，一直想喝，没有试过，很特别的味道，真的吗？很香的，那种肉桂味，还有一些其他香料那种感觉，没什么酒味，喝起来不像酒，对，不像酒，就像热果汁那种感觉。好喝。悠悠，客气。哇，我没有来过这里的 High Line。我也没有。哇、太冷了，太冷了，赶快进去逛街。是 High Line 的连接，它是这样。对。还来连接哈森雅，直接进去逛街，金光闪闪。对啊，以两袋 Arisia 结束哈森雅的购物日。